一机械手指简介。为了使机械手指能够模拟出类似于人类吹笛时的指法，于是我们除了设计出 3D 手指以外，还利用气泡纸来模拟人体的肌肤来帮助齿孔覆盖，用伺服马达模拟人体的关节使其可以转动。二、吹嘴简介。为了使直笛能够吹奏，因此设计了一个固定竹笛上的吹嘴，它可以模拟人类的嘴唇对准竹笛孔，使其发出声音。其中直笛需要有一种特殊的角度才能发出最佳音。笛箫都是以边铃音发声的乐器，当吹奏者贴近吹孔边，并对吹孔尖锐边缘呼气，气流会在尖锥上下形成上下两个气体涡流，形成边铃音。边铃音声音性小而音高，非直笛的主要音色，但却因此触发直笛共空气柱共振产生声音。三、空气帮浦简介。而其吹气的方式是使用往复式活塞来送气，它是改良一般活塞的缺点，可以在帮浦上下时皆有声音，气流也比原本的稳定。四、音频辨识简介及实测。声音吹出来之后，我们会透过 NumPy 来将麦克风所接收到的声音进行侦测，并将接收到的时域转换成频域。吹笛机器人实测。